Hello, YouTube， 大家好，预告片来了。什么预告片？给你们看。你们等一下。小动物一，小动物二，我即将会拍。小动物三，明天出游。敬请期待哟、哦，明天敬请期待 ，OK。明天敬请期待《小动物三》。我记得这个是仓鼠嘛，这个是蛇嘛，蛇我就很怕吧。是第三集的小动物，是小。然后我给你们猜。第三集我会养小狗，还是小狐狸，还是小猴子？最普通的你们一定会选那个。来，你们继续呢。拜拜 ，See you at the next。拜拜。